FTS 国成员 Nana 26日上午为代言活动出席在首尔某商店举行的签名会，有礼貌的 Nana 一现身便向在场的记者鞠躬打招呼，简单的拍照环节中也始终保持微笑，果然是最佳代言人。这天 Nana 以驼色高领上衣搭配黑长裤，一身简单装扮勾勒出高挑身材，那修长的双腿也让人好生羡慕。